手拉手，心连心，齐跳舞，大声来歌唱。这歌是谁编的？这歌是谁编的？对，这歌他们自己写的歌。跳就是穿这个衣服吗？还是会穿传统服装？要注意一点哦，这两天要换装备喽。越南族舞有了这个文化基础雄厚的高山舞集，用它来训练部落的年轻一辈，人才当然被出网，怪不得单单南王部落就拿了九座金曲奖啊！就连我创作的布农族的歌《Book Love》，他们也可以拿来编舞，真的是太厉害了啦！高山舞集的年轻一辈展现了他们的活力，下一段回来就该是卑南族老人家上场秀舞技的时候喽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到卑南族的圣山都兰山去寻找传说中的卑南族药草，品尝一下这个卑南族的养生圣品。